我们看一下这题哦，他说告诉我向量 A，告诉我向量 B，告诉我向量 C。他说把向量 A、向量 B、向量 C 把这样合并起来，好不好？算出来等于三一，好不好？求这个 S 和 Y 行不行？那怎么算？一样，先看一下题目意思哦。他说向量 A 加上两倍向量 B，减掉三倍向量 C。麻烦你先把这个式子画起，告诉我向量 A 是几？把它带进来，三加 x 加上两倍向量 B 是几？四负三，减掉三倍向量 C 是几？三一减二 y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把它算出来是几？其中前半部是几？三加 x 加三，数学就要先乘除后加减，把二乘进去，八五六，减掉把三乘进去，九三减二 y，三减六 y，这样行不行？各位，三乘三是几？九乘进去三减六 y，就把它合并起来，怎么合并？x 和 x 合并。三加 x 加八加九，加起来是几？20加几？三加 x 加八，抱歉，三加 x 加八是几？11加 x 减九，所以剩几？二加 x。再看 y，四加负六负二，减三负五，减掉负六 y 加六 y，算出来是负加六 y，可不可以？再一次哦，四加负六负二。减掉负三负五，减掉负六 y 加六 y，所以负加六 y。题目说会等于几？三一，这样行不行？题目说的嘛。所以对照一下，可见二加 x 会等于三，负加六 y 会等于几？一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老师可以写出来，写到二加 x 等于三，负加六 y 会等于几？一。麻烦你把 s y 算出来，行不行？二加 x 等于三，x 是几？一。负加六 y 等于 y 是几？一。所以说算出来，三 s 加二 y，三加二加起来是几？五。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把这边看一下。